嗨，大家，久等了，久等了。我刚刚没有在干嘛？对 ，Hello。今天又是一个全新的我。Hello。你们有准备等一下要看狼人杀了吗？我现在觉得很害怕，但我有点不知道狼人杀是 YouTube 可以看吗，还是只可以在电视，因为我们家现在没有第四台，对，我可能就看不到这样子。我看起来很紧张，我是真的很紧张，真的很紧张，我紧张到话都讲不好，而且这四舍五入应该也是我第一次上节目。四舍五入好像也不用四舍五入，但这就是我第一次上节目。对，晚安。等 YouTube 的那个不重要，很有趣。没有，我看起来真的很像在抢，但是我没有在抢，我真的只是提出疑问。对，我讲，我也觉得我讲得很委婉。到店面的电视前待命。好，嗨嗨，他不是很紧张吗？现在吗？欸，我跟你们说，我的紧张就是好像我有就是得知要上狼人杀，就是大概只有5天吗？还是3天？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然后我真的。超级紧张，就是我紧张到一个不行，我紧张到很想吐，你们知道吗？我晚上就我一直在恶补那个狼人杀，这样超级紧张。18岁好可怕哦！有恶补吗？当然，我还跟秋萍一起，我们还有练习。但你要讲话很小心，拿出平常呛姐姐气魄就不紧张了。对，哎，但我真的逻辑打结，我会被骂。我已经觉得我会被骂，因为我以为就是我平常自己玩的时候，我觉得我还蛮会玩狼人杀的，结果我上节目整个逻辑打结，你们知道吗？我打结到一个不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讲什么。平常上节目不是都穿制服，怎么这次是制服？我也不知道哎。谢谢包子的啾啾你哦。这个就是应该是节目或是姐姐决定的，会紧张加上他们都很厉害，不是？但是我一定要讲，原本我们听说是新人局，就是我们听说是新人局，然后结果到现场发现，也不是到现场，前一天哪有让他发现哦，原来只有我们是新人，以为大家都是新人，然后组织10个人这样，是我误会了，是我们误会了，害我前一天晚上又更紧张，又更睡不着。Hello， 他们玩法跟普通人不太一样，时间适应，而且他们节目老鸟早就身经百战。但我真的觉得我话都讲不好，没有片段失忆就还好啦。有我片段失忆，今天穿的好，对，我真的是紧张到。一直忘记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一直短路。然后现在会演戏，因为蔡局你们是蔡，对，我们是蔡，就你们一对，就只有我们是，我不是呛辣心丸，我真的会骂。没有，我只是没有，你们之后看就知道我是很温柔的提出。很温柔的提出事情而已，晚上再来看我短路。好，狼人杀怎么能延伸这么多奇妙规则？好，老实讲，我很喜欢看狼人杀，可是大概是我应该有跟你们分享，我国3还是国2那时候，就是每集都会看，但我现在已经没有每集会看，就是有兴趣的我才会点开来看。我的印象最多更新到好像。警长局，然后
还有什么警长局那种的，对，还有什么血月使者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反正我记得这是一个很久以前的东西。然后我那时候还就是我知道要玩狼人像跟石像，不是狼人像，那个石像鬼跟守墓人的时候，谢谢博城的守护灵，然后我还想说这是什么，对，对，石像鬼与守墓人，很超呛，我真的不是故意那么呛的，不玩就还好，不玩就上节目，不是会玩跟玩得好是不一样的事情，我没有，我真的没有开球，你们不要对我有任何期待。还好不是在 YouTube 首播，不然我已经紧张到不行，我超焦虑的，我很害怕，很像游戏的造型名称。守墓人知道初级玩家身份，对。找 Mina 教你啊，我们有找前辈，狼人杀前辈一起练习。我们有找 Mina 跟易云跟我们一起做事前的练习，然后。对，然后我有练习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对，但我觉得我好对不起那个老师，干嘛？就他不是这个老师，但就是狼杀老师，那个老师就是有跟我说，我发言的时候就是要确定一点，就是因为我常常我就真的，我也不知道我讲话的时候。就是我不敢直接说谁是狼之类的，所以我会很就发言很模糊吗？对，然后老师就跟我说你不行，你要就是确定一点，就是你说排狼坑也可以，就是我的狼坑是什么248这样，但是我完全没有办法，我真的我有记得我上节目有记得要排狼坑，但是我。就是直接忘记讲，而且我每一轮都认真在听大家发言，我完全没有时间做就是排狼坑这个行动，对，平常像姐姐一样，我知道这是不一样的，有录音知道有我们开 meet 来玩，对，我不敢食材专门的狼杀老知道老师没有，他就是玩很会玩狼杀这样，所以我们就玩了几局这样，突然几次就会了，真的不是，我真的紧张到脑袋完全打结。我知道我平常真的没有这么笨，我真的觉得我平常没有那么笨，但我上节目的时候，我怎么脑袋一片空白？对 ，Mina 战力没到哪去，没有 Mina 真的蛮聪明的，对，易云也很厉害耶，爆言直接前去告诉他，第一次表情太开，谢谢。认识的不要爆雷，现在吗？我现在没有，不会爆雷。你平常刚才或新闻版就这样，不用挫折。不是，但我很怕被骂。第一次上电视节目，算是吧，我也不记得我有上过什么电视节目，应该是就是第一次吧。我没有上过节目吧？对吧？我没有上过节目吧？没有。那是网络节目。对，那是网络节目，就是。进棚的好像没有，对吧？好像没有。谢谢潘奖的银色钱，对，我就是在想小时候有没有，那小时候应该也没有吧。摸摸亲子台算吗？那不算，而且那也太小了吧，那就是去玩而已。我上节目效果超好，没有。对，那是第一次上节目啊，我就超级紧张的，我真的紧张，超级紧张到不行。异想不算的话，对啊，异想，我觉得。是放松的路，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放松一点，就是去玩，然后记录，然后主持嘛，我也没有主持到，就是去当嘉宾的感觉。但狼人杀就是你需要高速动脑，然后我第一次上节目，然后就要高速动脑，就是这种紧张的题材，对。在摄影棚录有这么多工作人员看的玩，跟私下玩不一样哦。而且我跟你们讲，我真的快疯掉！谢谢阿 Q 的啾啾你哦。
我跟你们讲，我是真的快疯掉，就是我近视超深，然后我看不到工作人员举的那个牌，我真的看不到，我真的快崩溃，而且我还把，这是现在可以讲吗？好，反正就是看那个，不是有时候工作人员会举牌说什么什么，我有戴鹰眼，可是我戴鹰眼还是很不清楚，而且我每次就是因为录影棚有灯嘛，然后照一照眼睛就会很干，然后就有点模糊，然后我本来就很模糊，然后我真的我要看很久我才看得到那是什么，你知道吗？看不到完了吧？提示板，对，等下次，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下次，如果还有下次的话，我真的会好好学习的。度数不够，比账的时候什么都看不到，因为度数不够。第一个上的节目就是说大家这么近。对啊，我真的，哎，你们知道我是真的紧张到前几天，我真的紧张到想吐。而且这其实是要独自发言的那种，对，还不是比如说如果上节目，我觉得我一般上节目的话我可以就是像平常那样表现，可是上狼人杀的话要讲出有逻辑的话，虽然我没有讲出有逻辑的话。上节目有公演买零食，对，公费吧，礼貌手遮嘴巴才有去，什么时候礼貌手遮嘴巴，没办法靠队友，对吧？就是你要自己讲话，对，所以怕爆雷就等下一次直播说谁。狼人杀，请确认要杀的对象。上帝问恩赐，那个没有那么夸张，就要带望远镜，全部变临场反应。我不知道，但我真的有。紧张到忘记很多事情，我平常真的不会这样，度数没有带足，但我真的不知道我近视到底是多深，因为我感觉每次去量都不一样，然后配眼镜的也都不一样，对，真的很奇怪。我记得我有一次好像我已经近视500多度，然后我有一次去配眼镜，然后他是帮我配400多度。300-400，但我那时候觉得很奇怪，可是看得又是清楚的。好，我不知道，反正我从来没有搞懂我近视到底多深，但是我隐形眼镜都戴550跟650的，还是其实我戴太深，我真的不知道。可是那个300-400的眼镜是很久之前配的，是大概国中吧。会不会有闪光？有啊，我闪光200。专职呛姐姐遇到强人就怂了，对，不敢呛。每次都不一样，很微。但不知道啊，因为我有时候戴隐形眼镜，然后测的都不一样。然后好像有一次就是有点了什么眼药水，然后测散瞳吗？然后测真的度数。对，但我忘记测多少，我记得也是500-600啊。但我完全不知道隐形眼镜应该买什么度数，而且我还有闪光200多，我戴隐形眼镜都没有看清楚过。还有当过狼吗？这都是秘密，你们看了就知道了。我不会透露与节目相关的、与游戏相关的消息。谢谢林果的啾啾你哦。我希望不要开上帝视角，对，开了上帝视角我好像更容易被骂的感觉，所以先不要开上帝视角，拜托，我不知道有没有开，拜托，而且我其实也不知道今天首播，对，啊，对，对，闪光200算这种眼不好买，但是眼没有闪光的哦，我之前国一的时候刚配隐形眼镜，然后爸爸有，就是我去隐形眼镜不是不。讲什么？就是我去之前常买眼镜的地方，然后配了一个有闪光的隐形眼镜，然后透明片，然后多少？30还是20片？2盒6000吗？
我忘记多少，反正很贵，超级贵。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每天，我不知道以前就是你们知道戴隐形眼镜跟戴回眼镜会有一个距离感的感觉，然后我国中戴隐形眼镜的时候那个距离感超级严重，所以我就不喜欢换眼镜，我觉得很晕，所以我会戴隐形眼镜戴一整天，然后超过一整天到十二点我要睡觉前才把它脱下来。所以我以前大爆戴隐形眼镜，然后我眼镜整个坏掉。有信心上蓝莲莎的榜吗？完全没有，我现在只有在担心会不会被骂。拜托不要。而且我是真的第一次上节目，拜托，为什么我真的第一次上节目？虽然这不是一个借口，但我真的很紧张。不要学妈咪，对，我之前就在学妈咪，遇到蛮好笑的。谢谢思豪的猫猫抱抱，他先养猫。欸，我昨天又梦到妈咪说可以养猫，欸，妈咪说要养什么猫，然后我就去找要养什么猫，然后就醒了。哦，会想上那个电视节目吗？当然想啊，我会，不知道，但我要治好我这个焦虑，我真的紧张到很焦虑的感觉，然后所以我不知道下次再上一次节目我是会治好这个焦虑还是更焦虑。发觉两次就可以养猫了，就把姐姐当成猫这样，不是现在把她当成猫，是把猫取代她的位置，路上就习惯了。早上没有跟妈咪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不可能，我知道不可能，预计梦养了啦。醒醒，姐姐该教妹妹上节目的技巧，你有什么技巧？她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技巧，我应该是要问屁啦队长吧。梦里什么都有。OK。我上节目就是最安静的。该脱还是要脱比较好？对，我小时候不知道。而且我觉得我搞不好到现在都还比你紧张上每一个节目。对。他更紧张，因为他不会讲话。我不会讲话，我怕被 cue 到。但我觉得也要学习一下上节目应该要怎么讲话。玩游戏又是另一回事，对。你姐是真的很安静，把猫取在姐姐的位置，对，姐姐取代。在蓝沙固定来宾，我真的想都不敢想。我的工作都比较多是跳舞，对啊，就是不需要发言的。对，但我国中是知道不能戴那么久，但是我不觉得会有什么影响。直到我戴到国二的时候，我每天就是眼睛痛到戴不进去。Q 他都是宣传，对。或者你问另一位彩，我知道啊，他已经有点变固定班底了嘛。哈，你说什么？我只要把宣传词背好，人家 Q 我。好。对啊。好 ，OK。然后就放下，然后就不需要你的，不需要你了。吉祥物等级，讲话苦手。平常讲 MC 有帮助吗？我觉得讲 MC 就是对于讲话流畅度比较有帮助，可是对上狼人杀没有帮助。对于心魔没有帮助。对，对于心魔没有帮助。狼人杀就是你要整理好一切你想讲的东西再一次讲，但我完全没有整理，我没有时间整理。彩杰变彩杰感觉很有趣，你们会看彩杰输得很惨。看人有帮助。现在就开电视，对，58分了，我好紧张哦。路演也是，你姐话很少。路演是什么？就是有跟像什么，我们之前西门町有表演。把 MC 改成狼人杀风格。路演，那只有彩杰吗？哎，还没有公布有谁吗？那你们等一下看，在两分钟。已经开好了，还在播蜡笔小新。OK， 一想你们很自然啊，跟你一起上感觉就没问题了。但你跟我一起上节目，你比较可以讲话吧？没有，跟你一起上节目的话，我就不会讲话，都跟你讲就好。OK 啊，我跟你们讲超生气的事情。我今天买了荔枝冰茶，然后结果。就是一样是，你要把那个我有看的，我知道，我有脑子，谢谢。就讲完我没脑一样。对，哦，我指甲看起来很长，就是我今天一样买了这个我的
这个搭配，结果他们要加珍珠，我快气死了。手摇杯怎么可能没有珍珠？我宁愿他给我准备珍珠，不要给我茶也可以。手摇杯不能没有珍珠。谢谢 Kusi 的守护永恒的爱，它里面只有茶冻，但还好有茶冻，它可以弥补我没有珍珠的空虚。我要直接把这个。Oh my god！ 谢谢 Kusi 的 Kusi 的守护永恒的爱，好多守护永恒的爱。跟姐姐讲话就是不一样。意想不一样，摄影棚更多人很恐怖。对，血流成河。强强声音都在我没有泡强强，饮料打翻了没有？打翻，抓到讲话的感觉，收了连神话一个都话都不少。意想就是吃喝玩乐。店员收65啊，啊上面，它上面就有写，等一下我直接把它扣掉，它上面就有写，它上面就有写珍珠了，可恶，整杯都是珍珠，你还可以自己加茶，对啊，下次跟他说只给我珍珠，我真的太难过了，你们知道吗？你被坑钱了，不是，我虽然是小子女，但是这个5块钱真的不是我生气的原因，我生气的原因是手摇杯没有珍珠，喝起来超空虚，我现在喝着就喝超满，因为没有珍珠，我不知道我要把它当成什么来喝了。看起来奇怪了，还好。谢谢博城的海贼团带640出航，谢谢。为喝手摇饮料有吃的，没有灵魂的喝饮料，对。还拿大西瓜，它里面其实有茶冻，但是原本就有。好，看不到。对，五同号荔枝冰茶加珍珠，一生神推。好吧，他可能太忙了。我抽。但是，我抽尾数，但是没有珍珠。我抽尾数3的号码牌，结果他已经喊到7了，我还没拿到饮料。外面是不是要给我把网络关掉？你快点直问他们，你说是不是他们又把网络关掉重开？你先用这个。是不是嘛？你用这个饭啊。我换一个网络看看。你用这个饭。我上次已经有讲过，我在直播的时候不可以换网路。哦，好，回来了，我换一个，换一个。好，出现转圈圈焦虑了吗？我听到了，我听到了。现在吗？我想先吃咸的。好吧，谢谢。好派德二小姐，对，我在看。我没有人人追，我要喝。那你要小心。我只能喝他的来。那你要小心。我知道，我知道 ，I know, I know。我只能喝他的来，来难过，缅怀一下我的。那我多买一杯。你多买一杯。那我还有一杯。没有加料，这才是手摇。现弄红茶，我单买一杯冰。没有加料。没有加小芋圆。那先不用。啊！可是我觉得它只加现弄红茶。但明天不行啊，要珍珠。完了，有上帝视角，完了。嗯，完了 ，barbecue 完了，你快点聊吧。好了，我准备好了。完了。我一直都没有准备好，我真的很紧张。哎，是石像鬼视角。嗯，石像鬼视角。嗯。是吗？他们好像看留言不见。
张了，不要紧张。没料。石像鬼视角才要怕。对啊。那次没事的，有事。第一次上节目就失败。OK。我第一次上节目，好像是麦卡贝吗？我刚刚心里也是想麦卡贝。为什么？不知道，我就突然想到你上麦卡贝。然后我还唱了林心的歌，都超难听。你想唱林心的歌？然后说，我们新来的那个成员们，请展现一下你的才艺。然后就说，那有人唱《爱如潮水》，不是《爱如潮水》，那个。对对对，有。小琴跟小迪唱的那个广东话的，顶多就被黑历史，我真的怕被骂。林心的歌不是应该才好听？不一定哦。我跟平寒谁比较紧张？绝对是我，绝对是我。平寒都上节目几次了？不是，平寒也紧张，但是我真的更紧张。而且平寒好像原本没有那么紧张，但是我一直很紧张，我就把紧张传染给他了。他说的，不要压力这么大，没有，真的很可怕。对。不重要，那句呛的好，我在这边跟陈一的粉丝道歉。你赶快道歉。平安也没上节目玩过，对。但是因为他真的是比我还要常看狼人杀，我很久没有认真看。陈一可是我的原点推之一。那你下次见到他的时候，代我替他道歉。我们两个的脸都很紧张。黑凤雷不是有一个海阔天空吧？好像是海阔天空哦。看来球场见了，硬汉妹妹纯一，请代表海岸向乐天女孩。至上歉意，知道平安的呛是哪里出来了？谢谢大家的红玫瑰，我现在还是好紧张。拜托大家，我的那个新手光环，拜托路人大家下手轻一点。你们现在很认真在看吗？要大家去床上再道歉，对。某某也爱唱吗？晚安，阿北。但之后，快轮到我发言了。好，等水管，所以水管什么时候播啊？很认真在看。那你们把我的发言逐字稿打下来。不要，开玩笑的。现在先专心陪我，好。九点。YouTube 九点哦，今天1:05，好吧，今天1:05，电视被占了，只能等 YT。YT 首播是9点这样吗？海阔天空怎么唱？我也不太记得。谢谢修哲的小辣神灯给小辣椒的愿望，谢谢。刚好你下播去看，好 ，OK。期待我呛人，不要再期待我呛人，我真的悔不当初啊！但我们还是要等你下播，什么意思？宿舍没有电视 ，OK， 九点来看首播。寒夜里看雪飘过，好，没有印象。我应该只有算听过，但是不会唱。还是你也一起看？我现在没有，我们家没有第四台。以前有，但后来就没在看。对，没在看就没有买了。看我们打的文字稿会更紧张，会。会不会剪到预告没唱的人听？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我不是想呛，我只是在找东西发言而已。那感觉爱你的呛人没有？希望我有路人缘，
节目组。可是我觉得看那个预告蛮可爱的，就比本人可爱。笑死！我那天超漂亮的，好不好？我那天妆化很好哎、欸，而且我那天提早了两三个小时化，现在抓肯的啾啾你哦，谢谢。谢谢。你这就像节目，就像。不抓。韩韩挺呛的，台北呛辣小辣椒人设成立了。节目组觉得很有效果，就放进去了。对，那是节目效果。现在抓坑的真情告白。前天有睡不着吗？自从我得知要上来横沙之后，我每晚都失眠，不是前一天的问题。每晚上都给我放很大声的狼，我在看狼人杀，紧张啊！到底多怕强强？我有干嘛吗？我忘记我干嘛了，这么严重？我真的，我就跟你们说，我紧张到很想吐，我就一直在看，然后我边紧张，好朋友美，谢谢。有没有说要参加姐姐的危险？没有。现在抓坑的带你去流浪，但是强强真的很有节目效果哎，应该要学习一下。看来真的很焦虑，对，我发现还可以，后面可能就不行。我真的觉得太累了。小辣椒那天化妆化多久？我不知道，但两三个小时啊，两个小时起跳。今天上的当中就是韩寒了 ，Why me？但要呛可以先打一下招呼，没有，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要呛他，我就说我是看发言，我没有特别针对他，我就是，我真的我很，因为第一轮一定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我就一直在想有什么东西可以讲，这样，没有在紧张，没有，我真的很紧张，拜托不要这样讲讲，就是有节目效果，又没有跑山路。一直熬夜就是因为要上节目睡不着，我也有点忘记了，那个有一点时间了，但是那阵子有睡不着，一开口有压迫感，对，那件衣服感觉你很爱，对啊，那件衣服很好看，你不觉得吗？但我现在更爱我最近发的那一张饭店的那一张，我很喜欢那件衣服。但那件衣服吃饱的时候不能穿，因为肚子会很大，只可以在先瘦的时候穿。我昨天把《步步惊心》看完了，然后我以为我长大了，但是我没有，我看到这个我还是很想哭。很认真写笔记，对啊，所以我就说我一直在做笔记，然后就我完全忘记，就是下一我忘记准备下一轮发言要讲什么，就只是一直在记笔记，然后我记笔记，然后记到后面我也忘记我前面为什么这样写，害我整个超级慌张的。长大就不会哭了吗？就是我以为我坚强。爆雷，谁爆雷？小朋友看才不会哭。我刚刚有爆雷吗？之前 Mina 他们穿制服，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次穿便服。刚已经有人提过这个问题了，就是我也不知道是，反正就是或是节目组或是姐姐，反正协调后的结果。吴昕的发言变成呛，没关系，效果很好。OK， 屁屁固定班你可以开始私服了。小朋友才不会哭，小朋友看才不会哭。你们有看过吗？我是真的真心建议要看一下。但也是一个从头虐到尾，但超级好看的，而且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再播一次。我最喜欢这首跟那个 All With You， 这个真的，这部真的好看到不行。而且我后来才发现，所以步步惊心也是这个，就是也是穿越，然后。步步惊心力是韩剧，然后步步惊心是很久以前的，我也有点忘记，是不是奶奶
之前有在看，还是哦，奶奶看的是甄嬛吗？嗯，那步步惊心感觉很多人看呢、啊。我以为步步惊心就是一般的古装剧，然后是步步惊心力把它改成穿越，然后差点爆雷，穿越。步步惊心超久的，步步惊心不是那个力，步步超好看，所以你们有看过步步惊心那一部古装剧？所以步步惊心也是有穿越，然后因为我昨天看完觉得很空虚，我在上网找，然后才发现好像步步惊心也是穿越剧嘛，是吗？比起步步惊心还比较爱德鲁纳，我德鲁纳那时候只追到一半，我就追到。好像我那时候我记得我追到男主角发现整个饭店都不见，然后还是追到齐皇后 IU 也不见了。齐皇后很好看啊，但是哦，齐皇后我也看超多遍，齐皇后真的很好看。我现在我有向秋平兰推荐齐皇后，秋平兰说他看过，然后我跟他推步步惊心，我跟他说真的一定要看步步惊心。粉红猪小妹是齐皇后粉红猪小妹什么快点！忍不住想念、哦，忍不住想念，好像是哎、欸。粉红猪小妹啊，笔记自己看不懂，真的 NG 了，太紧张了。这真的要看，很好看。我跟你们讲，你这个坚强不起来。我已经算过，我之前没有算，但是我之前就是有一段，然后我哭掉半包卫生纸。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真的拿一包新的，你不要再笑了。我拿一包新的，床上全部都是我的卫生纸，但我这次没有哭出来，就是我就热泪盈眶这样。粉红猪小妹，现在是韩寒吗？我现在是紫色，旁边记得要呼吸。粉红猪，他说忍不住想念，对。Good day 很好听 ，Good day 很久了。可以放一下忍不住想念。最后若曦过世哭的吗？可以放一下忍不住想念。我没有看步步惊心，我是看步步惊心力，可是。哦，所以《步步惊心》跟《步步惊心力》是真的完全剧本一样，只是人演的不同，是这个意思吗？那我这样算爆雷吗？就是我真的很多地方哭，我帮你们算算看，大概有将近十个哭点，而且哭点不是很低那种，是真的，我哭点很高，你们知道这件事吗？然后我是真的哭爆，但哭最爆的还是上宫。韩国拿去翻拍的概念，哦，可以看一下粉红猪小妹吗？是忍不住想念，哭掉半半的这么感人，不是感人，是难过。这部很虐啊。可以听一下粉红猪小妹。为什么？对，力是韩版的，猪小妹的正脸。我要播那个的哎、欸，我原本要播《All With You、欸》哎。听一下粉红猪小妹。粉红猪小妹，猪小妹的真，你看就正在讲粉红猪小妹，你看她笑点就是那么低。那你是猪二姐。我谢谢你。现在记忆力薄弱，好久已经看完了。步步惊心力吗？还是齐皇后？齐皇后我也可以一百刷，步步惊心力我也可以一百刷。齐皇后的宫斗太赞了，齐皇后的，而且我很爱何志远哎，他也太会演了。广告中不是广告，他前面的那个，啊，男主角叫池昌旭啊，对对对，池昌旭，没有池昌旭，一开始我 get 不到，在别部有 get 到，但是齐皇后没 get 到，两个都看过，但快忘光了，建议二刷。韩国也蛮奇妙的，还好吧。我是步步惊心力好像三刷，但我忘记，就是二刷的时候，就是我现在看的时候，我有点忘记他在演什么，所以还是有点重新看的感觉。但是只有一些大事件被我自己爆雷，这样正在看鱼白，好的，很乖。齐皇后以前嘲笑的时候跟我爸妈一起看，嘲笑超小的时候。秋平兰说他也是跟爸妈一起看啊，齐皇后我们好像也有跟奶奶一起看吗？还是跟爸爸妈咪忘记了。然后，但是我成长历程一直有陆续再把齐皇后翻出来看，真的好看到不行。
超小，对，超小，看好多次。是商旭，我老公谢谢，真的、啊，应该不会被妈妈目前快要了吧？五月还在重播，奶奶这么跟得上流行，那时候启蒙后不是很有名吗？ Google 才知道佩佩猪的真实名称是粉红猪小妹，为什么会不知道？粉红猪小妹，成长历程怎么感觉要写的感觉？要写什么？而且你们有看过继承者们吗？继承者们之前也是跟那个妈咪跟爸爸我们全家一起看的，然后我也是全家只有我没有看。为什么你没看啦？很好看耶、欸、继承者们，我跟你们讲，现在继承者们然后启蒙后是我的 top， 就是拜托一定要看的韩剧。继承者们我看超级多遍，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看那么多遍，但是我看超级多遍，真的是有够好看。韩剧我 top 只有启蒙后，真的啊，你又没有看什么，你很少看启蒙后，我真的谢谢。那我更喜欢何志远他的作品，我都好喜欢。对，我也很爱何志远，何志远蛮美。对，只看台剧的姐，男人说全然温柔。对，然后再继承怎么那块烦死，继承怎么很好看呢、啊？金宇彬好爱，我跟你们讲，我之前也 get 不到李敏镐跟金宇彬，但是我后来看。技术者们还有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其实也蛮帅的，但是李敏镐我好像还好。可是像你就不看日剧？我看日剧。我看日剧啊。你有在看？我最近没有在看，我已经，我上一部看的是什么？可是你的日剧是就是不是大家很多人看，就是也不是说主流吧，就是我只会看那种大家都在讨论的剧。我会挑我想看的类型，但是我是比较偏向大家说好看我就去看的人。哦，我不会，就是比如说大家说好看是一个恐怖片我就不看，或是大家好看是一个爱情片，我会因为就是比如说我喜欢的人去演。金宇彬越看越帅，看的人就不觉得帅。对，我也是这样觉得。哦，郑秀晶很漂亮耶。我跟你们讲，我看那个继承怎么学到那个 Her，就是那个蛮可爱的，就是 Her， 就是天哪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个他叫什么？他在剧里面叫什么？宝英吗？不是，他叫什么忘记了？他叫常 Her。不要这么了解我。我在常陪他看咒，然后我有想看，之前好像。某一次我同学一起就去看咒，然后我好像要直播吧，然后他们就自己去看。然后其实他们说没有那么可怕、欸、但你们有看过中邪吗？我上次跟我朋友去看中邪，我就是完全不觉得中邪可怕，可是大家都说很可怕。我上一部是看看邪，我跟你们讲，我下一部想看任意依恋。对，好像也是很虐的。我记得我很久以前有看过一集，然后就没有再看下去了。不是有人本来要看咒术被骗去看咒，好像有听过，很好笑。宝英是说蒲宝英，不是那个他叫什么，我忘记他叫什么，而且我刚才想成宝珠。宝珠姐。没看过台式鬼片，咒不是很可怕，有点恶而已。不是说咒是心理的那个不舒服，而且不是他会要大家帮他一起祝福，然后就喊那一段字。哦，还是看那段字，然后好像就是说，因为它放出来你一定会看到，所以就你不能不看，所以你就会由内心害怕嘛之类的。哒啦，哒啦，好。九都女二快开拍了，但是我还没，我根本就看不到一耶，它好像就下了。对。哦，然后我想看那个安娜，你们知道安娜吗？感觉很好看，我有在一直在网络上刷它的片段，我觉得好像很好看。但我一直找不到哪里可以看。姐姐在鬼胎啦，全家一起看咒吗？不可能。咒术和咒，我不会做这种，就是要吓自己。咒不是可怕跟恐怖，有点恶而已。中邪二比较好一点，中邪一超不可怕。我看好像是一吼，真的很不好看，而且我一直猜到他要干嘛，而且我一直猜到他什么时候要吓人。对，然后我就会偷偷看那个，看那个。荧幕反射我朋友的脸，然后就这样，然后我就说我觉得他等一下会吓，然后就转过来，然后就吓人，我就这样。我是不是说咒不是哄他国外？真的吗？
一起看就不可怕。变身情人我好像有看过，那个韩小周吗演的，不是爱上变身情人，还是变身情人而已，就跟着一起下你同修，好像我也忘了，好像有吗？但我之前分享过看那个综艺，对，我分享过了。咒诈大卫骂方为什么？他的作品很好看，我觉得他跟那个太阳的后裔的女主角是谁？很那个 type 很像的感觉。那个太阳的后裔那个女主角叫什么？忘记了，叫什么？他们的型很像的感觉，很晦气哦。对，宋慧乔，我觉得他们有种很像的感觉，气质很像。以为被下咒是真的，他们当真了是吗？他们当真了。降谷，感觉我也不知道我到底会不会怕哎。那你们有同时有看过咒跟中邪的吗？那你们觉得咒就是咒跟中邪差不多可怕，还是咒可怕很多？因为对我来说，中邪是完全不可怕，而且中邪我超气的，就是后面那个男生一直不烧那个绳子，他死不烧那个绳子哎。他女朋友都快熟掉了。那个晦气是装不害怕的说法哦，还是看柯南好。对，柯南就是稳定发挥，就是一定可以看，就是不会踩雷，就是还有一定水准。蹙眉头，还在气这段。我看恐怖片自己吓自己。今年的很好看，这比较贴近生活视角拍摄。我跟你们讲，我会怕的是电梯、浴室，就是我也不知道，我真的很害怕电梯，就是电梯里的恐怖的，我就会很害怕。只要跟电梯有关，我就害怕。洗澡好像有点，好像我比较怕的是偏向个人，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待在一个空间的时候，感觉很可怕。而且电梯是最可怕的。有讲狼坑，但我也不知道我后面有点不行。生活会遇到的关系，幽闭恐惧不算是幽闭恐惧，就是我比较害怕电梯里有鬼那种，就比如说电梯有镜子，然后鬼在后面那种，我比较害怕那种。因为电梯真的很可怕，就是你也不能停在，就是你也不能叫电梯停下来，然后你要下楼还是怎么样，就是它会要一段时间才到达那个楼层啊。我们家就比较高嘛，搭电梯要搭比较久，我就是很害怕电梯里的鬼故事之类的，怕鬼来跑不了。对，飞弹炮弹比较可怕，我完全不害怕血腥的，完全不害怕血腥的，我比较害怕鬼神哦。但中邪我也没有害怕，但我觉得中邪是因为我有猜到他在演什么，梦到迟到吧，不是。大楼层不是你按的，很可怕。我记得我之前有一次看小新有一集恐怖的，然后是好像是他去找风间吧，然后电梯我忘记怎么样，就是一直到同一层嘛。然后我那一阵子也没有那一阵子，大概几天我超害怕搭电梯的。电梯可以停止鬼片，电梯门开都会看到鬼。我不是怕看到鬼，我是怕在电梯里的事情，出去好像就还好。你应该也怕柯南，柯南超级小心超可怕。不是，我是怕鬼啊！他在电梯里杀人，我又不会害怕。他在那电梯里面出现鬼，我比较害怕。然后他在外又看到一个房间。对，柯南图书馆杀人事件的电梯好可怕。对，那个感觉是童年阴影，但我童年阴影还是那个假面山庄的那个头。那个真的好，很变态，就是他把人家头放在他肚子里。我其实对那一部没有太大印象。那你要再看一次吗？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看也不会很害怕、欸。就是我不会怕，我就是真的比较怕鬼那种。红衣小女孩，我记得我好像有怕到。
去买宵夜的时候走楼梯好哦，然后我还怕玩偶，玩偶的。谢谢西西的漫步云端，这是新的吗？哦，给你爱心哦。真的阴影，过没有很多几对。金田一我没有看金田一，好像画风我还好。当时不敢看。老家的走廊，老家的走廊是一集吗？还是就是单纯的童年阴影是老家的走廊？每次看镜子都是最美的画面，没有，我刚起床也是很乱。那集真的惊悚，不是还有一集是好像从他们坐在一艘小船上，然后河里捞出一个尸体吗？有点忘了，我记得我看过那张图，哎，就一个女生，尸体是一个女生。哪一集？忘记了，就是他们坐在船上，对啊，捞出一个女尸，还是从井里捞出一个女尸，我有点忘记。反正我有看过那个梗图，就是那个女尸这样。她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在那个桶子上面。有点忘了，好像是，我记得那是一个图片。欸，很奇怪哦，我不知道，我一直觉得我没有看过很多的柯南，但是大家说的柯南我都有看过。我真的是每集都有看过的感觉，为什么？经历有上色的集数，我们他一直疯狂踩品涵，因为我真的看不出邱品涵。我们练习的时候，邱品涵就是当狼，然后完全没有人发现。因为姐姐的关系，对，不是被她感染，是她看的时候会逼我一起看。婆说好，听片名感觉我不太会去看。但昨天本来要看小小兵，但是没有小小兵可以看。旁边有一个会一直重复看，对。不要这么懂我。深色柯南熏陶。那是以前旧的世界情报局，好像有看过几集，或是看过讲解说。你姐在睡觉时大声念剧情，小小兵还没上，难怪没有小小兵。我就想说我想看小小兵。我们昨天考完试，然后想说要去看小小兵，然后发现没有小小兵可以看。哦，还没开始。然后本来想说要不要看婴儿转运站嘛，但是我朋友说还好，另一个朋友，国中朋友，他说他有滴两滴泪这样，可是在我印象中他很爱哭，所以觉得还好。然后本来要去看《余命十年》，但是《余命十年》我本来跟一个朋友约好，但他后来就是后来我有工作，然后我就放了他跟别人去看，所以我还没有看《余命十年》。但是他说他看完《余命十年》，他觉得还好。然后，但我国中朋友说《余命十年》好看，对。但我国中朋友的朋友说《婴儿转运站》很好看，但我国中朋友觉得还好。你们有懂这个线吗？我也是有中文版的。大家抢红包的时候，记得追踪一下主播，有很多好看的照片。想看到预告片也没那么快哦。看过女神降临或是我的 ID 是有，我看过女神两部都有看过，然后我的 ID 是江美人，我好像看两次，但第二次好像只看了一半，是前阵子的事。我重看了江南美人，还是我看完了，有点忘了。江南美人也很好看，女神降临就是我有点忘记了，就是中规中矩吧，感觉没有特别，还是因为我看过漫画，反正我看过漫画。哦，对，我还要追《间谍加加九》，我只看了三集，然后我想说等它出完，它现在是不是已经出完了？日配，国中朋友的朋友是你吗？不是，我想看《婴儿转运站》有 IU， 有啊，就是本来是想说 IU， 所以看一下《婴儿转运站》，但我朋友说还好。到底哪个国中朋友？就算我香水的那个国中朋友。怪兽死了怎么办？是什么什么剧？我觉得像喜剧。第一句结束，下个礼拜的今天，女神这样一直追作者，作者就是那个女神。台语版的日剧是什么？等两季一起看，没有，现在第一季出完就可以看了。他很爱柯南啊。
朋友的手机桌面是安妮亚，不意外啊，安妮亚，日本电影，哦，暗黑电话，最近的吗？我想看你做一下安妮亚的表情。为什么？喂，大家帮他复习好吗？我要看现场的。是你说看就可以看的吗？月薪娇妻出台语配音版，真的吗？感觉很不舒服哎、欸。还在上一次恐怖片哦、喔。有人帮你复习，7月20才上。那么港片吗？可能以前跟爸爸有看过，但我现场没有特别有印象。那你可以打赏我。我刚刚丢一朵玫瑰。哦，真的、喔，才一朵玫瑰。因为我只有30而已，很不舒服。他们杀死怪物，然后处理尸体的电影。哦。哎，我有。闽南语版。打赏。暗黑电话。我有看《雷神索尔》啊，我首映就去看了。我要再秀一次我去看光。还是在我的旁边、欸、啊！谢谢栗子的浪之心，这个阿尼亚，你没有耳朵？什么意思？就是那个脚。哪有人把妹妹当娃娃在玩？三个浪之心很够，很不够。谢谢大家的红玫瑰。这是什么直播主专业讲法？我也当了3年吗？还是算是4年？还是要5年了的直播主？我当然专业啊！姐妹日常，这是姐姐的乐趣。对啊，我的乐趣。安妮亚本人，黑姑对。哦，我真的很难过，而且你们知道，好，我现在是在难过那个步步惊心，但你们知道我，他因为喜欢你 MV， 我晒伤了，我觉得有两阶，不是晒伤了，我晒黑，我觉得有两阶，所以我买了一对美白乳液，希望你们看我蜕变的样子，因为我的脚现在有一个袜子。哎呀，红包抢完了，这个，你没有看到我的袜子吗？这边有一个袜子。好，可能有点不雅，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袜子。这边有个袜子，看到吗？这边有个袜子，这边有一条。好，所以我现在晒黑两节，我正在努力变白。没真相，地图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也来拼一下。哇哦，真的耶！有点太难了。我一次就拼好了呢。好奇怪的画面。哦耶，15耶！我的腿黑，我全身都黑了。而且我的背整个黑到爆，因为我绑双马尾嘛，然后我背整个露出来，我直接变茉莉公主，你们知道吗？就是我的背超级黑，我笑超久的，真的有够没有礼貌的，脚掌没有脚掌，然后我现在在，超好笑，他那天回来的时候，我笑超久的。是不是没有人在擦美白乳液？脸还是白的，对啊，因为脸很白。然后，但我最近，有没有变白？我最近在擦美白乳液，我全身都有擦，就是我脖子这边有擦，因为众所皆知，我的脖子就是很黑，我肚子也很黑。OK， 我要开粉丝团了，我一直抢不到红包。对，那也给他一首首，我也抢不到。很不看你的，再听一次好了。来这招，不讲。我怎么没有？大家可以这样吗？你们觉得这样可以吗？继续按掉。开粉团结怎么办？就算了。先有庆祝活动。不要太白眼好，不行，我要太白，白一白遮三丑。
而且我最近变丑了，所以我要变漂亮一点。变？为什么我一直抢不到？哦耶！哦，我抢到了 ，PS 好，谢谢大家，谢谢你。100折3抽，我现在要开始记录这个美白如意的功效，但我这个还没开始用，就是用这个。如果有人要美白如意的话，但我想你们不会要。就是你们需要美白如意的话呢，我跟你们推荐妮维雅大于凡士林，因为妮维雅比较容易白，是真的。虽然我很久没擦，但是我以前也是有擦。欸、我好，确实，皮肤颜色有点，皮肤的颜色感觉比较渐变。好，好，你送，谢谢。太黑的话不敢用品牌拍的，对，谢谢李佳丽的吻手礼，谢谢。发票该寄了，截个图，这个吗？还是我的脸？在聊天室。安卓的拼图变好快，又白又美，没有，可以真的吻下去吗？有没有问过我的意见？不要。栗子这次要求好恶心。你要求什么？谢慕婷的手工饼干，这样拿来电源看比较快。哦，美白如意吗？这个，哦，但我之前是用，拿一下，我之前是用这个，拿来电源快点亮了。这个，那这个我现在觉得有一点比较黏，所以我，但我这个还没有，就是我还没有长期使用，对，还没有长期使用过。但这个是有白，但是我觉得有点比较黏。然后这个的话，我现在在用，我觉得不会，就是比它不黏一点。但它也不是，好了，但它也不是，那截图不要看我脸，但它也不是那种超黏，就是相比起来，它比较不黏一点。但是它有用，然后我之前还有用过两罐黄色的，我实在是不懂黄色跟粉色差在哪，但是我用了两罐黄色是真的有白，在国中的时候，然后。这个我现在在用，我擦全身希望有白。我今天也修了两张的那个泳衣，但我还没发。瓶子上没写功效，都是美白，但是我不知道它美白差在哪，就是都有美白，但我不知道它美白成分差在哪。但是据我所知，亲自试用。我觉得妮维雅真的有比凡士林更容易白。全身最白的地方在哪？脸，脸就是脸，绝对是脸，因为我身体超黑，黑到不行。姐姐帮你们发业配了，官方，我就想说，怎么好像今天有看到我自己的照片，但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可以拿去给法法擦。法法是天生吗？二四看到的是黑函吗？二四号是什么？哦，毕业的那个。谢谢花影战士的花仙子，是亚比演唱会。我可能会帮我自己擦白一点，不会让你们看到我黑的样子。摆对地方很好啊，可是其实脸可以用粉底变白啊。但我，你们知道我。就是通常化妆，平常就不会用粉底，我只有用遮瑕，所以我真的原本就这么白。但是我是这个下半张脸这边，这边，就是这两边会有点小暗沉，所以我平常只要就是遮瑕遮一下这边，然后我整个脸就会变超白，然后跟脖子就有一个大肤色，就好像我脸涂很白一样，但是没有，我脸本来就这么白，我脖子很黑。谢谢幻影战士的香槟。太让人羡慕了吗？羡慕吗？我希望白的是全身欸。你们永远不知道我在美白上下了多少功夫。我现在出门就算热死自己，我也要穿长裤跟外套，还要撑一只伞，还要擦防晒。我现在每天出门都超级黏的，我超级不想出门。要不是为了工作，我是绝对会当一个永远的宅女。因为我只要晒黑，我真的好久才白的回来，好夸张！正常人不是晒黑，然后一个冬天就可以白回来吗？一个冬天白不回来，我一定要擦美白乳液。对，
防晒以外，你跟我一样，你说包紧紧吗？男生不需要很白吧？还是你单纯怕晒伤之类的？看得出来脸脖子受伤，对啊，脖子要对脖子要擦，平常脖子会擦。可是我觉得这样是有点灯光的，这样好像看就还好，但是真的比较白，我脸真的很白。但是看这边也是啊，就是我这边完全没有擦粉，但就是白很多。而且我现在会学会要防晒那个后颈，我真的出门超黏的，而且现在天气真的是闷到一个不行。而且我有一次中午的时候要去上课嘛，然后就走了大概15分钟，我还有撑伞哦，然后就我觉得我的后颈有点感觉有点晒伤嘛，有点痛，我的锁骨不见了，锁骨是凹的，知道吗？这样，哎，不见了吗？怎么可能？哦，出来了，对。我现在看起来很胖吗？没有吧，还是瘦的吧。有啦，有锁骨啦，是角度的问题，有吗？侧边就有了，胖在锁骨间。衣服下摆有点膨胀，对啊，我最近吃比较多，热到一出门就蒸熟。对，我哥比我还黑，也有防晒是可以美白的吗？我不知道这个哎，但是我知道有美白乳一说有防晒的效果，可是对，这场你应该学到很多问题，可以再看一次。好，只是不想晒太阳。而且我现在超黏，因为晚上就会擦美白乳液，然后就是其实还是早上会有一点，就是流汗的时候美白乳液虽然已经吸收，但是还是会有黏黏的感觉，就是闷闷的。然后我又穿长裤，然后擦防晒这样，然后手也擦防晒，我手背晒得超黑的，怎么好像看不太出来，但我手背晒很黑。最近没有睡眠减肥法，没有，因为小孩都在待在家，所以他们会定时就是说肚子饿，然后就一定会叫 Uber， 叫了 Uber 就是我就是看到食物就会想吃，所以没有睡眠减肥法。最近终于不是一天一餐的生活了吗？对，我锁骨可以装多少墨水？哎，我锁骨真的是很，我觉得我是因为我骨架太大，所以我锁骨很，对啊，这样就很明显。我锁骨就会很，一般人我看安妮的锁骨就是这样细细的这样，然后我的锁骨是这样超粗的一个，你们知道吗？我锁骨可以讲，对，也该让小爱也尝试睡眠减肥法，不行，爸爸会生气，说你们在家要照顾弟妹这样，弟妹谁最帅？法法。法法还有什么好质疑的？对，我就骨架大。学哥也蛮帅的。对，但法法还是也是很帅。有些人喜欢女生锁骨的部分，不知道。I know。自创锯齿减肥法没有办法。在暑假当保姆。就骨架大。但我真的觉得骨架大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胖了其实看不出来，还是你们看得出来？就是我变胖还是会有锁骨，因为骨架很大。对，就我锁骨是很明显的，这是唯一的好处啦，其他我找不到。我肩膀超宽的，我看就是我不是跟安妮有。不是跟安妮在婚纱那有合照吗？然后婚纱那个安妮就小小一只，很娇小可爱。然后你们知道我的那个肩膀超宽的，然后我看起来超魁梧的，我就把我的肩膀修窄一点点。但我自己，你们这样自己看我就是还好，没有到那么壮。可是我只要一跟人站在旁边的话，我就会看起来
很壮，就是肩膀超超大。现在有先修肩膀，对，因为本来平常我自己看还好，但是我跟别人合照的时候，就是我就是看起来很壮，所以我把我自己修窄一点，是很大只，对，很大只，对比出来的。我跟安妮应该就是两个极端，安妮就是骨架很小，我真的很羡慕骨架很小的人，对，巨型，一般人根本没胖吧，有啊，肩膀宽会显腰细，有吗？还真的看不出体重波动，有啦，有变胖。冬天不能，我现在当辣妹，所以冬天一定要露腿。看不到榴莲，它卡住了。Say yes, say yes。 它还没卡好哎。谢谢 Dragon 的 Love You。快帮我看一下留言。对啊。Baby baby baby boy。谢谢保罗的米卡找亮点，他也卡太久了吧？而且通常我往上滑再滑回去的，他就会消失了，但是现在没有。看到吗？这个看得到。现在是动不了，滑不了。我想要想一些事情的分享，想一下有什么可以分享。嗯，嗯，嗯，好，你可以借我。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用担心任何一切东西，我会担心的。好。没有，我是怕你拿不到。我以为你妈咪的一卡，我以为你在担心我。按榜，我现在连榜都按不了，因为它有中间有一个圈圈一直在跑。OK。对，骷髅探险队，忘记了骷髅，帮我拿下骷髅。OK。好，谢谢。肩膀左右距离比较长，从这边看起来整体比会更好。头显头小。这个歌手唱超多 OST 的，鬼怪他的歌哦，好像听过鬼怪的哦。好。OK， 跟平安才是极端吗？好。OK， 那继续骷髅的探险历程。你编了什么东西吗？没有看呢。我没有看啊，我没有读哎。这两日两包累小绿自曝身份后消失，真小绿遇到喵喵，喵喵是谁？我现在完全不知道怎么编，又多出一个角色。没事的，好，综合喵喵，你要开副本，我真的是，唉，我真的是，好，现在，好，他们赖小绿消失。在想赖小绿去哪了？又看到他的哪里呀、啊？世界线又增加了，我好想放弃这个故事哦，它已经变得好冗长了。他是那种爱拖的编剧会被骂的那种。
谢谢小强的和你一起，谢谢。好，他变了。新角色外星王子。啊？喵喵综合人称综合喵喵 TP 后援会会长，这是这个喵喵的背景吗？没有。修刊一回老师出门取材。这样啦。修刊一回。需要我念给你听。白系托棚。好，我看我看。泪小绿就刷的一声掀开了他小绿的伪装。外星间谍，隔壁星球猫咪王子拍的，相信两人危机才派泪小绿来抓走牛奶糖，才派了泪小绿来抓走牛奶糖。隐藏这么久，泪小绿终于不再伪装了，但真正的小绿还在走失中。牛奶糖的生日都要过了。想要找到牛奶糖吗？去找吧，我把牛奶糖藏在那里了。你怎么会有？你怎么会知道这一句？你怎么会用这个？你怎么会用这个？他们讲的、哦。没有，我本来就说这句，但我讲的残破不堪。他们告诉我原句是什么，我改。我想说，你怎么可能会用？他就说去找吧，转身消失了。我的小黑牛奶糖会不会变不见？小绿一边难过的说：“走掉的是小绿，又在走，还你了，还你了。”还有下一集耶。还有下一集。我对啊，生日来不及啦。我播两天。给牛奶糖一个便当。冒险。所以，好，走，准备要到一个山坡。女生的声音，这是一个白心公主的概念吗？白心公主是什么？就鲁夫有一次变小，不是没有变小，鲁夫有一次误入白心公主。喵喵的背上，啊，所以喵喵跟喵喵王子是不同人哦。不同人，我好乱哦。猫咪王子是一个，然后喵喵是他。哭了咯。等一下，我想不到，我想不到那个，我要辞职了。对，隔壁连航海王都对，对，白星公主是海贼王的角色，哈库是不是被遗忘了？对啊，你现在又变喵喵的背上，哈库的背上嘞。哈库的背上是酷乐乐，这是小绿。那所以最后哈库要跟喵喵在一起是不是？然后酷乐乐跟小绿在一起，这样吗？要看你脑洞多大开。OK， 休刊休刊，今日休刊。不行，休刊。今日大家看狼人杀。不能休。好啦。然后酷乐乐在森林迷路，然后突然看到一个投影幕里面在播狼人杀。今天他们在看狼人杀，在森林度过了一夜。好，等一下念吧。直接收看，我腰斩了、啊，这就是那个腰斩的剧，就是直接这样被砍断。那两篇书一变成平板开始播《狼人杀》，烂尾，对，烂尾。不艰难，被绑走了。所以你看狼人杀吗？就是因为极度难过啊，就好难过，然后就也不知道要怎么办，然后就突然开始播狼人杀，他就觉得狼人杀会不会里面有小绿的线索，然后就看看，就看完一集之后发现没有，对，
他就看看看看看看，对，看看看，全员强制下船，对，把你们赶下船，作者自己腰斩自己，因为另一个作者的关系。姐姐那么认真弄，那你也认真弄吗？你也认真弄吗？嗯，真的吗？啊，你有构思接下来要怎么样？他现在就开了很多条路，然后给我要全部把它串起来，什么喵喵，什么哈库，都是他自己一个喵喵王子哎，那也是喵喵王子。我现在完全串不起来耶，有够多角色的。对，开放式结局。他们把故事整理一遍吗？骷髅自己抽了一局。哎，三个人怎么玩？还含受限的功力了。开副本，开新副本吗？一个故事各自表述。直接改写，吃书直接改写是不是？谁是航海家一号？是骷髅楼来在骷髅楼的航海家吗？让我看鱼摆直播聊天，刚刚开始了，怎么办？好可怕哦！你们快点帮我讲，我四舍五入第一次上节目，拜托。但事实上是第一次，是第一次啊！希望我没事。那我要来念榜了吗？是不是太早了？等一下来念榜。全剧中，韩军出动，你们不可以太直白的夸成，就是你们是我的粉丝，你们要像一个路人的视角说，第一次看到韩寒，觉得。啊，不可以讲韩寒。第一次看到彩杰，觉得还玩的还不错吗？这你会被骂。觉得彩杰第一好像是第一次上节目，这样表现已经不错了。自己称赞自己。OK， 穿黑白衣服的完全不行不下去。昨天才直接暴露，对，要当路人，懂？哦哟，把频道影片删了再去留言，设定路人那么仔细。OK， 我们那是离什么街？没有，我的名字只有彩杰，这个彩杰跟彩杰是同一个人吗？可能那真的很路人欸，粉丝直接出来解释第一次没关系，对啊，这个也没关系，但我怕太多人帮我解释，以后加油。对啊，不是粉丝知道第一次算好啦好啦，你们可以有些人假装是路人，有些人是粉丝这样。好啦，谢谢大家很认真在帮我想路人视角怎么发言。彩杰表演的很棒，表现的很棒，吐槽很到位，吐槽，王俊的薪水吗？下次直播给你们犯傻。我明天直播会改哦。那怎么装才像？那个18岁那个表演不错。好吧，我来念榜，我要准备去看我的。狼人杀了，哎，等一下，我念不了榜，对，跑不动。我看一下这边，他们个别的粉丝在留言板自己先吵起来，很安全吧？没有牵扯到我就好。吴家大那个女生，对，明天要改，还有明天前，谢谢。对，因为明天有个工作，想梗留言的饭傻要特别点哦。平常旁边那个好漂亮，他怎么看榜啊？我不会用别人的手机看榜，你帮我用一下。
谢谢。哦，我现在看不到留言，好烦哦，真的，手机怎么这样卡？来了来了，来念榜了。哎，我现在其实就可以开，狼人杀了。啊，我现在边开边开。你们要给我多掰一点。今天的第十三名是李佳莉，谢谢荔枝，谢谢。第十名是博成，谢谢博成，谢谢。第九名是小强，谢谢小强，谢谢。第八名是包子，谢谢包子，谢谢。第七名是林国，谢谢林国。第六名是阿基拉，谢谢阿基拉，谢谢。第五名是抓坑，谢谢抓坑，谢谢。第四名是思豪，谢谢思豪，谢谢。现在有人在骂我吗？应该没有吧。刚念到哪？第四名吗 ？Oh my god！ 我先看不到留言。好，第四名是思豪，谢谢思豪，谢谢。第三名是 Kusi， 谢谢 Kusi， 谢谢。第二名是幻影战士，谢谢幻影战士，谢谢。第一名是 C C， 谢谢 C C， 谢谢。好的，感谢感谢大家。好，所以他就觉得还好，不是，就是他很难，就是不太好。对，会公告改的时间。Oh my god， 好可怕哦！我应该我现在讲话都讲不好，我应该要看这个吗？好了，晚安，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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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见，几天后见。等一下，我直播关不了哎。哦哦，那只好你们看我看狼人杀吧。我忘记他现在卡着，我现在直播也关不了啊。来晚了。好，那你们贴我的直播间过去叫大家来。大家在看狼人杀，我现在直接滑掉吗？一起看了，复盘一下。哇！五一直写笔记，我是五吗？三四五，对，我是五哎。为什么大家都看得出来？等一下，我现在没有办法关掉这个直播。我是五，直接抢关也是可以的啊。但手机没电。好。OK。刚刚嘴真的有猛到。你好可爱哦。我关掉了，就没要发言了，先听一下。先信他这个预言家。因为我刚刚他
秋萍还蛮可爱的。刚写的很开心是写什么忘记啊？刚刚吗？我在看我的手机，因为我看不到留言。好，那我先，我一个都没有办法按欸。好，我先跟大家说拜拜。你们再告诉我没有关好直播好不好？我直接把它划掉哦。拜拜。晚安，晚安。拜拜。拜拜。